真如老师待我一师恩。二，因为师父大慈光耀在人间，佛陀开演八万四千法，讲说三藏十二部，生生世世因地苦行种种，所有行迹都是为了利益苦海的友情。万古慈恩，直透今生的你我。祖师菩萨造论，为清净诠释佛经密意，小喻后学何为解脱成佛之路，如盏盏明灯，照亮幽暗的轮回黑夜，陪伴在你我的身边。由于常师父和诸大善知识的深恩，我们能在汉土听闻道广论。常师父以亲切能动心意的讲说，让这一部论轻巧走向千万修行者的生命。聆听师父法音，研讨广论，建立三主要道的正知见，学习慈悲无害行，我们度越了很多人生的难关，穿越了内心难以突破的险峻高山。这部教典以它光辉的力量，指引着很多修行者勇悍前行。师父毕生精勤修学，持戒精严，兼容汉藏佛法，以极其清净的愿力为我们接续清净法脉传承，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菩提道次第广论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师父手不释卷，垂示弟子，殷殷教诲，犹在耳畔。广论班成了我们研习教理、对治烦恼并广泛的回馈社会的吉祥欣喜之处。很多同学二十年如一日地不断修习，改恶向善，从只关注自己的苦乐，渐渐开敞心胸，聆听他人，关心孩子、老人、教育、土地、环境。师父的弟子们仍在世界各地以精进不断的学习，改变着自他的生命，回报师父的深恩，发散着正能量。祈愿这温暖的人间再次照耀大慈之光。